中国广东杂技团成立于1951年10月，至今已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，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演出院团。60年来，广东杂技团坚持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，艺术上不断创新追求，承担了许多重大演出任务，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、促进中外交流、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积极贡献，曾受到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，被国家授予艺坛楷模荣誉称号。2004年9月，广东杂技团推出中国杂技剧《天鹅湖》，该剧将俄国经典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与中国传统杂技艺术完美统一，以全新方式演绎西方。